Inspire Performance 的特有品牌精神，以灵感为出发，从自然界中获取设计元素。例如具有品牌符号的双峰形水箱护罩，就是从拱桥及其倒影获取灵感。而头灯设计是以 Human Eye 灵魂双瞳作为出发，还原型的C柱就是天幕上的一抹明月。 将力量释放与艺术匠心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就是 Infinity 所追求的设计美学精神。更以独步全球的科技实力，在动力性能与智慧安全上不断创新，重新定义豪华房车的价值。Infinity 的车款可说是既浪漫多情又强悍有力，每一部车都像是一件艺术品，每一部车都是概念车。现在就要为各位一一的来做介绍。